都说啊，比赛中第一个出场的压力会比较大，分数呢很难出彩。在八进二影像旗舰赛场里 ，X90 Pro 加呢就是第一个上场的选手。不过来得早也有好处，在2022年底到2023年初，它就是综合对料最猛的八进二超大杯。尤其是对影像要求高的用户来说 ，X90 Pro 加呢几乎就是那个时间段唯一的选择啊。这大半年时间过去啊 ，X90 Pro 加上呢也 OT 了一些新特性，比如说拍照算法不断改进，新增了质感色彩模式。面对后续的 Find X6 Pro、小米13 Ultra、P60 Pro 这些重磅影像旗舰的围攻 ，X90 Pro 加有没有顶住压力呢？展望 X100 会有哪些升级？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台最早入场的八进二超大杯。这两年手机的差异化设计主要呢是来自后改，小米13 Ultra、 Find X6 Pro 都是属于大圆模组设计，很霸气。对比之下呢 ，X90 Pro 加的奥利奥尺寸呢就要明显小许多了，没有居中，上下呢用装饰条分割，在无法规避模组面积的情况下，感觉 vivo 呢是在尽力用一些小心思挽救整个背面的协调性。配合蔡司的小蓝标，逼格和设计感呢是没啥问题，但还是会给人一种元素偏多的观感。个人感觉啊 ，X 系列的颜值天花板还是 X60 Pro 加和 X70 Pro 的云阶设计。要说槽点嘛，估计就是超大杯只有素皮后盖啊，不给玻璃版本。最新消息呢是 X100 系列全系都有玻璃版本了。这里呢，大家也可以在弹幕里面分享一下自己的喜好，手机后盖你是喜欢素皮呢还是玻璃呢？配色方面，红色夏天看着就热，黑色呢走的是沉稳商务风格。超大杯的配色上缺乏一个更加清新中性的配色，在这点上、反倒是标准版做得更好，比如说浅蓝色，还有后续推出的纯白色 AG 玻璃版本，明显呢就更加好看百搭了。那么三台超大杯影像旗舰后盖设计，你觉得哪台更好看呢？可以走一波弹幕。对于如今这些堆料的超大杯，聊手感真的是矮子里拔高个了。221克重量，9.7毫米厚度，基本和轻薄好手感呢是不沾边了。但硬要排个序的话，我觉得 X90 Pro 加略好于 Find X6 Pro， 然后呢，两者都要好于小米13 Ultra。X90 Pro 加的机身横向宽度比 Find X6 Pro 呢更小啊，但是呢厚度会更大一些。主要优势呢还是这个小型化奥利奥模组啊，正常握持下不怎么挡手指，左右手呢都可以从容应对。谈到配置，大家觉得 X90 Pro 加身上哪一项配置是遥遥领先呢？按照目前时间节点来看，肯定不是影像了，而是每一次拿起手机几乎都会用到的超声波屏下指纹。广域超声波屏下指纹不仅识别速度快，可以失手解锁，而且识别面积呢更大，随手按压就可以盲操完成啊！体验上呢要比魅族的超声波啊更进一步，更是遥遥领先的目前光学屏下指纹。晚上随手解锁不会被闪瞎眼。X90 Pro 加用了一段时间，再用回 Find X6 Pro 或者说小米13 Ultra， 指纹部分可能是带给我落差最大的。本来以为这项技术会慢慢普及，越来越多厂商采用啊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两年时间过去，真正普及的竟然是短焦指纹啊，下到1000多，上到6000多都在用。而超声波屏下指纹呢，依然是蓝厂们的专属。X90 Pro 加外围规格整体来说呢，还是比较全面水桶的，比如说无线充电、红外、XO 线性马达等等。唯独这个双扬声器啊，还是蓝厂旗舰短板啊，听感呢相对弱些。希望蓝厂呢还是能够重新捡起音乐手机这个属性。关于 X90 Pro 加的影像环节，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已经有反复对比了。虽然说它是最早发布的八进二超大杯，但是只要你不按照低超的排名去看，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它的影像综合能力依然是妥妥的第一梯队。当然了，现在各家影像超大杯的侧重点呢可能会有所不同， X90 Pro 加相对的优势还是夜景表现，属于是又强又稳。一方面是自动夜景几乎是全程参与运算，降噪暗部细节表现呢都很不错。另外呢就是蔡司镀膜了，面对大量灯箱场景，炫光控制能力是遥遥领先了。对比晚发布好几个月的 Find X6 Pro、 小米13 Ultra， 复杂光源场景下拍照效果呢明显要更好。白天成像表现上，按照蓝厂之前那套高动态范围鲜亮分，放在前几年呢是没啥问题。但从小米 12S Ultra 之后，影调这个东西被越来越多用户喜欢和重视，一定程度上呢冲击了蓝厂原本的那套调教策略。所以在最新系统中 ，X90 系列呢增加了一个质感的影调风格。先问大家，这组样张影调风格，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？
再比如说这组样张，大家更喜欢哪组饮料风格呢？可以走一步弹幕。对比默认的鲜亮模式，两场的这个质感模式啊，画面的明暗对比会更加突出，实际画面的曝光呢也会稍低一些。放大开锐化情况，相比默认呢也会进步降低，比较适合白天随手街拍使用。晚上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默认鲜亮模式通用性更好一点，因为这个质感模式很多时候会让夜景看起来画面呢明显偏暗，反而是有点怪怪的。当然它和小米的徕卡经典呢又不太相同，小米的徕卡经典模式会明显弱化计算摄影算法的参与，更接近照相机拍出来的效果，而蓝厂的这个质感模式其实并不会影响 HDR 或者说夜景算法的参与，高光压制降噪呢依然是不错的。 X90 Pro 的相机硬件规格很强啊，但可能是产品定义较早的关系，其实呢也有几个不足点或者说遗憾点。这颗基于 OV64B 的传感器 3.5 倍长焦解析力呢是做得不错，比如说从 3.5 倍到10倍基本上都有超分算法加持，远摄清晰度要比底更大的 Find X6 Pro 呢还更好。但这颗长焦如果是晚上用的话就比较容易切回主摄了，或者说两倍长焦。而今年的 P60 Pro、 小米13 Ultra、 Find X6 Pro 的三倍或者说五倍，晚上绝大多数场景呢都可以正常调用。另外就是这个 3.5 倍因为不是浮动镜组设计啊，最近对焦距离呢比较远，凑近拍其实也容易切回到两倍长焦。所以啊，我觉得下一代 X100 超大杯的主要升级点应该会是长焦这一块啊，比如说增大光圈，提升夜间的可用率啊，增加浮动镜组设计，支持微距拍摄功能，长焦画质必定是接下来各家超大杯主要 PK 的地方。另外还有一点啊，我觉得就是英寸大底主摄的核心优势就是它两倍高像素裁切啊，实际画质解析力是不输很多常规两倍长焦的。X90 Pro 加的两倍镜头其实一定程度上浪费了英寸大底主摄的一个优势。在四摄的焦段排列上，我觉得13 Ultra 呢确实会更加全面些啊，比如说两倍用主摄的高像素裁切，中间档位呢增加一个 3.2 倍做接力，然后再用个5倍潜望来提升远摄的解析力，这样呢就能很好的覆盖1倍到10倍各个常用焦段的画质啊。当然13 Ultra 最大遗憾呢就是 3.2 倍没有做浮动镜组，长焦呢同样不具备微距拍摄能力。今年的八镜啊总算是降温了，但是到了夏天大家也能够体会到，即便是口碑不错的冰龙，在空间紧凑的手机里，尤其是影像旗舰里面，高强度使用下也难逃发热。那么夏天到了，这台机子的性能释放有没有被砍一刀呢？最新手机性能杀手崩坏星穹铁道，20分钟新茶海中枢跑图，平均呢是 46.1 帧，帧率稳定性呢不太行，整机功呢是 6.4 瓦，机身最高呢是45度左右。八镜二机型征服 720p 原神相对来说就轻松一些，虚拟地图跑图测试20分钟平均呢是 57.5 帧，整机功呢是 6.2 瓦，机身最高呢是 45.8 度啊。总体游戏表现相对首发阶段暂时还没发现负优化的情况，像 X90 Pro 加小米13 Ultra 这类素皮后感大部分空间被摄像头占据啊，内部堆叠紧凑的影像旗舰啊，即便是用上了 GPU 能效更强的八镜二，高负载游戏还是有些压力的。在游戏体验这块，对比同平台终端机型基本上没啥优势，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些劣势。续航方面，在我们最新全程 5G 双卡数据流量模型下， X90 Pro 加的亮屏续航成绩呢是6小时09分，对比13 Ultra 会弱些，不过结合电池容量本身来看，也算是八镜二机型正常表现了。X90 Pro 加硬件层面，对比晚几个月发布的小米13 Ultra， Find X6 Pro 不仅没啥明显劣势，甚至还有优势。所以啊，对一部分注重硬件的等等的来说，这等了半年好像呢并没有等来综合配置都更强的超大杯啊，确实是输了。但要说 Orange 9S 的系统体验这块，我觉得确实还有挺多点需要改进的，可以说系统是这台机子最大的短板。和 MIUI 情况类似， Orange 9S 系统 UI 风格和旗舰机的调性啊，其实是不太相符的。比如说默认的图标也是高饱和卡通风啊，再比如说相机设置菜单里面的元素就有一股电竞风了。用在 iQOO 机型上呢没啥问题，但整体上来说和 X90 Pro 加的调调感觉呢就不太搭了。当然 UI 设计风格这块属于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，而且换主题呢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各种审美需求，但功能性和交互逻辑这块用户呢就很难去改变了。初次上手能明显感知的缺点呢就是小窗啊，作为安卓常用的功能之一，主流定制系统里面只有荣耀的 Magic OS 和 Orange OS， 没办法直接把小窗应用挂起，要把当前全屏应用变成小窗模式就比别人多了一个步骤。默认控制中心底下的图标呢没有文字描述，很多图标呢乍一看不明所以啊，比如说这个类似于无线符号的图标其实呢是智慧生活，同样是眼睛图标，一个呢是扫码实物，一个呢是护眼模式。然后下面这个带星星的图标大家觉得是啥？点击之后呢是视频效果增强，同样的情况也在自带原子笔记中，上面这一排没有一个个去试一下还真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。可能 vivo 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，在控制中心里面加入一个空白区域长按显示文字的功能。另外这个控制中心上滑退出必须是从最底部向上滑动，要不然就是短短的回弹效果了。
系统中部分 UI 界面和 iOS 难分秋毫，对于借鉴这种事情，我们只赞成好的交互相互学习，但是这种谈不上对体验有帮助的界面都像素级借鉴，就有点尬超的感觉了。大文件夹默认显示的是12个图标，8个可以直接点击打开，另外4个呢是小图标的示意图，这个呢没啥问题，但是点击放大之后并不是12宫格的图标，而是依然是9个图标，更多图标需要翻页进行显示啊，这又比较奇怪了。文件夹设置中可以调整为4×4图标组模式，但在这个模式下，图标呢是无法直接点击打开的，交互呢又变成了常规的文件夹方式。其实呢完全可以把这个4×4的文件夹尺寸做得更大一些，然后直接点击打开。复一屏添加小组件可以点击右上方的加号，添加完一个组件之后呢，底部会出现一个添加组件的提示框。原本我以为是方便一次性多添加几个，但实际上当你添加完之后啊，这个小横条就一直停在这里不消失了啊，看着呢有那么点强迫症。说了这么多缺点， Orange OS 的优点也值得说道说道。首先是系统动效，在整个安卓阵营来说是数一数二的，动画可以随时打断。 MIUI 和 ColorOS 的系统动画就做不到这么 Q 弹丝滑。再比如说下拉控制中心状态栏元素呢，会有一个渐变过渡效果，而不是直接消失。现在安卓定制系统流行起来的小组件，蓝厂在这方面下功夫也是比较早的。原子组件可以很好的兼顾实用性和美观性，比如说看当前的天气趋势，直接在小组件上拖动就可以，要录音也可以直接点击小组件，另外打车验证码等等场景也能结合小组件进行通知。别人家的小组件只能做到把信息提前一个层级，而 Orange OS 的原子组件做到了把交互提前了一个层级。另外呢，就是刷新率自定义功能，不管是旗舰机还是终端机，或者说老旗舰，两厂呢基本是直接下放给到，不像 MIUI 至今依然是把这功能当成宝，只给部分新机使用。当然 OPPO 这边除了 Realme 好像呢都还没有加入。总的来说啊， Orange OS 确实有自己的优势亮点，但是深入一用，很多细节交互呢需要改进啊。这里大家也可以在弹幕里面聊一聊，你觉得目前各家定制系统综合体验排前三的是哪几个？简单小结， X90 Pro 加可以算是蓝厂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一台超大杯机型，影像上硬件稳步提升，算法呢是持续改进，成像风格上兼顾了真实还原、高对比影调、鲜艳讨喜啊，是目前所有影像旗舰里面默认相机风格最多元化的一台，主动迎合了不同的喜好。核心配置上，超大杯也摆脱了火龙，中杯呢成了天玑旗舰的标杆，在中杯和超大杯市场站稳了脚跟啊。虽然说系统、后盖材质等等槽点依旧需要改进，但总体来说呢，瑕不掩瑜。蓝厂这两年在冲高端表现上算是国产旗舰里面最稳的一个了，当然整个 X90 系列 Pro 呢是比较尴尬的，属于是高不成低不就啊，存在感呢非常低。而接下来的 X100 系列最受欢迎的一款啊，十有八九是中杯，大底主摄加 OV64B 长焦加超广角，这套组合已经是不输今年很多大杯机型了，而且也是兼顾手感和影像能力的方案，毕竟上了1英寸主摄，厚度是真的很难控制。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期待的点呢，就是天玑9300，四个 X4 大核属于是不按常理出牌，而且蓝厂对于天玑平台的调教综合来说呢，日常流畅度拍照是最稳的。当然游戏这块同样是天玑9000，今年 X90 调的是不如范的 X6 的，这方面蓝厂呢也需要加油才行。中杯更强意味着留给大杯、超大杯的卖点啊就更少了， X100 Pro 加就必须拿出素质碾压 OV64B 的长焦，才能够在影像上保持足够的竞争力，而且各方面堆料还不能少，手感呢还不能太离谱啊。但有一说一啊，从 X90 Pro 加的配置来看呢，个人感觉啊，除了相机，留给超大杯们的升级点啊已经是不多了，无非呢就是 SOC 换一换，快充电池容量小幅提升，比如说从4700毫安时加80瓦提升到5000毫安时加100瓦。当然这点应该也是各家超大杯机型普遍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，相机模组占了一大块面积，肯定会挤压其他方面的提升空间，毕竟手机个尺寸啊就那些。所以呢就大米个人来说，我会更加期待年底各家新一代中杯机型的大乱斗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接下来的各家中杯机型啊，如果不是追求极致影像啊，其实日常体验呢会更好些。 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X90 Pro 加在发布时隔大半年之后的体验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，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，这是我们坚持自费购机做评测的最大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